昨天我老妈不是让我买了点肉吗？我买的比较多一点，等一下给我老爸再分一点吧。老家这几天天天下雨啊，我老爸也回来了。你有没有骨头倒瓜？他倒了，没事人家没没女了。我没，我买的你，我把你分下进去，你没吃有多少？没这现在过了他妈洗了块，洗了块衣服洗三。我买个洗三。洗三还是给我肥个，跟别家别人啊。我买个洗三也没肥没洗。我和我兄弟没在高山给我雇那个女别人啊，别人亏的。也是我这人家愿意。嗯。哦，谢谢爸爸。嗯。我那里买到了你和我女有没区别？我这没个别，人家那肥啊！我老爸买这个肉12块钱一斤，我买的13块钱一斤，我拿出来跟他比较一下看，有什么区别啊？这是我买的肉，肥瘦相间。这是我老爸买的，他这个肉就是肥一点了。肥了很多，那王弟子你没有啊？俺俺就和你吃啊。你这房啊，王弟子怎么讲啊？本来说这个买的这个新鲜黄豆跟我老爸讲，说他不要，家里有那个干的黄豆，那我就把这个菜就拿到里面去了，给我妈他们吃的。点心有，点心有。我就不在家。点心有，点心有。不在家。我老妈今天去帮别人插秧去了，100块钱一天，很远的地方啊。刚才我给她打电话，问她钥匙在哪里，她说钥匙给心仪了。心仪今天估计跟田欧回去镇上赶集去了。我现在去接一下橘子，橘子说她也要上来玩。依依的话已经到村里面去玩去了。你怎么不敢做呢？哎呀，今天赶集人多，不敢做。上来吧。你真的要吐槽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路啊！你看下雨天的话，全是这个水坑；天晴的话，车子一跑全是灰。哎，你看这个路啊，有多坑有多坑。这个门现在又开了啊，怪死了！估计刚才田心怡趁我去接橘子的时候，她把门打开了。刚才我喊的时候，她估计是在家里的，她就不应。哎，这个小孩真的是哎！你看这个小孩吃的这个东西就这么扔在这边，哎，被子自己也不整理一下。你看，吃饭的碗。也放在这里，吃到哪里丢到哪里。他房间的东西我也不给他收拾了，等一下他回来的话，我让他自己把吃的碗那些东西垃圾全部给我扔出去，好好给他批评一顿，不然这样的话真的是不得了的。刚才我问了邻居一下，说有没有看到田心怡，他说田心怡跟田欧回去赶集去了，那就怪事了。刚才这个门一直打不开的，后来我把橘子接上来以后，我再来开一下这个门，又开开了，真的是奇怪的。田欧辉他们赶集好像回来了，刚才我又去找了一会狗，还是没找到。生不见狗，死不见尸的，真的是奇了怪了。田辉，哎，这都给了吗？没有，你到赶集买什么了？买吃的。吃的呢？吃完了。赶了这么久啊？嗯。你姐呢？多少？没有啊。没有。你这华丽过歪叫哪个恰个？脏死了。恰个翻的歪的没去试啊？那拿下去给我洗了。吃完饭以后都。
我还得帮他扫地。吃完饭那我也拿哈的了。刚才我真的是被我两个子女气到了啊！这么大的人吃完饭，碗就丢在房间里面，自己也不收拾一下，还等着别人去给他收拾。刚才我真的是非常生气，说了他几句，骂了他几句，他还顶嘴呢。后来我真的是越想越生气，就踢了他两脚。像他这个年纪，现在再不管教一下的话，真的以后长大了真的是不得了的。